龙小弟，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？太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不求你放了我们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皇上，皇上！李公公，扶着他。这扶上。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尔等已是笼中困兽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若是你们肯归降于朕，朕保证既往不咎。皇上。还是让奴才把这帮朱明联盟的余孽全部拿下吧。退下。这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，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性命，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认为朕是一个无情无义残忍嗜杀的暴君，所以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龙小弟，你是说你要放了我们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，能够造福百姓，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辅佐朕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，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。玄烨，今日你假作大度地放了我们，不过是想兵不血刃地瓦解我们朱明联盟，然后在逐个剿灭我们。朱思轩，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，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只怕是江山未复身先死。你们要是不想留下，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，但是出了宫门，从今往后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，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玄烨，今日你放过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说朕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不能容。朕和你一样，恩怨分明。你们屡次救过朕的性命，朕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放你们出宫，也算是还了这份情谊。朱哥哥，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镖，把解药分他一份吧，不要滥杀无辜。好。皇上，您受伤了没有？这药奴才先试试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奴才就给您留着。这没事，朕有金蚕背心。李德福，你刚刚肯挺身救朕，也不枉朕赦了你两次大罪。奴才誓死效忠皇上。左图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放李易欢、朱慈轩、雪倾城三人出宫，三日之内不得追捕，三日之后他们就是朕的敌人，一经发现立即捕杀，绝不留情。奴才遵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放他们出宫。现在是走是留？易欢，